我是绿春，我主演的电影《雪滴子》将在十大城市推出10000张 3D 首映预售票，有1220位幸运购票者可以得到提前在大荧幕观看主题曲《刀锋偏冷》的机会。详情请关注《雪滴子》官方微博。12月20日有青春无末日。